好，那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吼。来，那个请议事人宣读。临时提案，鉴于中山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林荣基遭泼漆案受各界瞩目，且已非单一个案，对国人及旅台人士人身与表意自由产生威胁，有关案件并应以国安层级之高度处理，而非以单纯刑事案件处理。原提案要求国家安全局督促有关情报机关就相关案件之金流、通联、人脉确实调查，且适时研析应处，并将案件侦办进度在不违反侦查不公开之前提下，向国人进行适度说明。提案人赵天麟、蔡适应、陈柏惟、何志伟，以上宣读。好，那请教一下国安局对于那个赵委员的提案有没有什么表达意见？来，有的话请说明。报告主席，各位委员，我想刚刚邵委员等提案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现在会向提案委员做适度的说明。那就没有问题哈，那主席就宣布提案通过哈。好，那就提案通过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我们后续的质询的议程哈。